两岸，世世代代一条歌。无论家里，无论家外，血浓于水，情意深。无论此岸，无论彼岸，同葬同祖中华。同胞不离分，两岸一家亲，中华心连心，只要我们献出爱，华夏不远更温馨。大家好，第一次在我们节目里听到这首歌曲《两岸一家亲》，很有东方味，而且锣鼓喧天的感觉，就是好像迎亲一样的整个融合在一起的。今天这首歌的作曲者彭丽小姐，作词我在想可能是内地的老师唐秉春，这是我猜的，这样才会两岸一家亲。彭丽你好。 Hello 凯伦哥以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丽。曾几何时你在大陆做了这首歌曲啊？听说还挺红的。对，这一首歌曲它可以代表两岸、因为在许多的两岸的大型活动，是两岸政府的交流活动、特别是每一届的海峡论坛、这一首歌它是主题歌曲。多久以前唱了这首歌？大概连今年算进去大概有四年的时间、对，那么这首歌原来是我参加了中央的一个北京央视吗？对，它是由宣传部以及央视一起举办的一个大型的政歌活动、叫做唱响中国、听过有名。对，唱响中国。那么也是因为这样子呢，所以有一台节目叫做唱响中国。是，那么这个节目在央视也做了三年的时间。那么这个大型活动呢，其实它是一个歌曲词曲创作的一个甄选活动。那么我从在福建的初选是然后那时候几万首歌就脱颖而出，然后当时是福建初选的一等奖第一名、之后呢就晋级，所以代表福建到中央去角逐。 对，然后后来就全中国第五名、对，那当时其实他的投票方式是很特别的。怎么说？他是把评审在评这个分的时候，是把你的词曲创作的名字、以及谁唱的名字通通糊掉，让你不知道是谁。所以我当时初选的时候在福建的时候我颁奖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啊，你是台湾人，就是你原来是一个台湾的女生。原来你是个女生啊。彭丽嘛。对对对对。然后我记得当天还是我妈妈的生日。然后这么巧。对，然后我妈妈还，我上台颁奖之前我妈妈打了一通电话说你要到了吗？我忘了，我说到哪里？哦，今天是我生日，你不是要回来吃晚饭？我说妈，我跟你说我在福建，而且我好像得奖，好像是一等奖哎，这样子送她最好的礼物啊。对，然后其实当时是很意外的。那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是就是这个词作者是现在我们福建省莆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那原来他是唐秉春先生。对，原来唐秉春我都叫他唐主任，他是湄洲岛妈祖庙、湄洲岛的管委会。哎，湄洲岛好像跟妈祖庙跟你有关系。 对，这个天下妈祖祖在湄洲。那湄洲岛呢是一个跟台湾联系的一个很重要的枢纽。那我说这个我们两岸最早的一个民间交流就是从这个妈祖庙开始的。那当时也是因为我还愿到了湄洲岛，然后认识了唐秉春，唐老师。那有一天他就跟我讲说，你能不能给我们写个妈祖歌？但我有歌词。我说好啊，那我就写了，我就做了音乐，然后呢亲自拿到湄洲岛送给他。那他就说，我给你安排上央视的节目好吗？我心里想，哎呦，不用吧。好，但是他就告诉我说，咱们这个大陆啊，大家都想上央视的节目，正好有一个机会啊，央视的心连心到了我们湄洲岛来办晚会活动。我希望你可以呢帮我们唱这一首你写的妈祖歌，叫做湄洲和梧州。好，
好，当时呢就我就想说反正随缘吧，因为我在台湾也经常上节目啊，我也觉得就是反正就是当一个艺人嘛，就没想到我是第一个登上央视，应该说第二个啊，唱妈祖歌的人。那第一位是谁呢？是谁？就是跟我一样同姓，名字还很像的彭丽媛女士。哦，现在很重要的一个重量级的女士啊。那原来其实就是她在湄洲岛上有发表在大陆有发表过这个湄洲岛跟妈祖有关的歌曲，叫做妈祖。那后来就她没有再演唱了嘛，那湄洲岛一直也希望能够再找一个能够演唱妈祖歌的人。说这个话是2012年的事情，对不对？是差不多差不多。在印象当中，在内地所有的地方他不是很鼓励你有什么类似什么教派，对不对？对。可是对妈祖是不是另当别论呢？因为妈祖他不算是宗教，它是民间信仰，是在宋朝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地方，这么一个村啊，这么一对夫妻祈求观音菩萨呢，就生下了妈祖，取名叫林默。林默娘。对，那据说他出生的时候呢，在这个湄洲岛就有很多很多的瑞像。是，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说我们在台湾比较没有去分别，反正能够去学习的的人啊，能够学习的智慧啊，都会把它列为好像是一种宗教的一个信仰的对象。但是在大陆呢，其实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良善的故事，所产生的一些英雄，无名英雄也好，或者是说像我们知道的妈祖娘娘也好，其实都是民间信仰。你现在讲这个就让我想到了我在台中，对，我看到了明华园，是孙翠凤，他就演了林默娘的故事啊。所以我常觉得这种戏曲，台湾是歌仔戏嘛，哈，对，不管是京剧歌仔戏，借由戏曲让我们来认识这些过去我们不够熟悉，但是其实也很尊敬。哦，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典故的一个信仰历史，是挺好的。其实我就是因为做了妈祖的事情，写了妈祖的这个歌曲，那当时的唐主任，就是现在的唐部长，跟我讲说，他拿了一笔钱给我，他说，我说这要干嘛？他说，这个40000块人民币给你那个补贴你做音乐。我说哈，可是我是要送给你，所以他当时就很支持我，就说大家都是来拿预算想要做一些什么事，你不是，你反而是来贡献的，那这样的人我们要全力支持你。所以其实我在湄洲岛上，我们办了5届的两岸妈祖杯的歌唱比赛，对，然后呢，这个活动被列为两岸的这个海峡论坛的前一天的一个海峡论坛的妈祖交流活动的一个项目，这样子。所以事实上，你进到内地大概是已经多少年了？就是从这个时候吗？这个时候的前一两年开始吧，就是、我记得那就是2010年了，差不多左右，那个时间，对，哇。什么样的缘分之下，那时候跨进了内地去，也是妈祖吗？也是妈祖。我就是因为你刚刚讲说，到还愿到湄洲，对，是因为你在台湾跟妈祖之间有什么样特别的感情？其实是这样的，这个话题其实我在央视的一个节目，我们也有访问过。因为我当时一个机缘之下，到了金门，好，那么因为到了金门呢，就深刻的去感受到金门这样的一个战地，它的历史故事。那么后来就去感受到两岸人民的幸福跟安定，是过去多少我们的先烈是啊，用生命用鲜血换来的，是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感恩惜福，我当时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我经常也到厦门，我们是不是要坐小三通，要坐船嘛？那就有很多两岸的乡亲都很可爱，尤其是大陆那边的乡亲，特别跟台湾的这个闽南话可以相通的时候，发生过很多有趣的事情。比方说，譬如说啊，我们大陆的乡亲啊，就突然听到台湾同胞在讲闽南话，他说：“哎呦，你怎么会咱们家乡的这个语言啊？”然后台湾同胞会说：“哎，你怎么讲的跟我话是一样啊？你是台湾人还是哪里人？”后来才发现两岸一家亲。对，那两岸呢，这个我可以特别是在福建地区跟台湾很近，是语言呢，尤其是闽南话听起来很亲切嘛。那么大概沿海一带都有在拜妈祖，好，所以这个神同源啊，
这个我们有，特别是我们的主啊，还是同根。你曾经许过愿，是妈祖成全了你，是不是？对，所以你就回到一个妈祖的最早的根据地。我这样讲，其实就是这样子。那就是没想到妈祖帮你促成了两岸一家亲了。对，那我对对我当时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想法之后，我办了两岸的一个祈福的一个活动，是在金门，然后连续做了3年啊，因为我发愿我要来做这个有意义的事情。那么第3年之后呢，就其实真的是在活动结束的时候，那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啊，梦到妈祖在告诉你，请你留下来继续发扬光大吗？不是，我梦见妈祖跟我说，你不是要帮我写歌吗？哎，我真的有跟妈祖发愿说，我这个活动做完，我什么都不会，但我能写歌。我希望用妈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来唱诵两岸的和谐。你后来写了哪一首歌是妈祖的歌？我后来就帮湄洲岛写了湄洲和五洲、永远在一起。五洲就是世界五大洲、有华人的地方、其实很多人都拜妈祖的、当时是这么样子。好，对，提到这儿你就知道彭丽是一个无心插柳柳成荫，是反而跟两岸之间就促成了这首好歌。一起来回忆一下，我们下次再聊了。好，两岸一家亲，谢谢彭丽，谢谢卡伦哥。和和一股劲，一道海峡连两岸，说说唱唱一个韵。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手相牵，力前进。无论这边，无论那边，同文同种种。只要我们携起手，骨肉同胞不离分，两岸一家亲。